据悉，锦绣集团目前市值已破10万亿。林锦绣女士成功登顶大厦采访发烧，并高调宣布即将任命其女儿为唯一。林女士，听说您每年都会资助很多贫困孩童，请问这真的吗？相关爆料，您的女儿此前一直跟随的生父在乡下生活，请问您资助贫困孩童是否跟此事有关？林女士，请回答一下。林女士，请回答一下。林女士，林女士。 林锦绣女士成功登顶大厦采访榜首，并高调宣布即将任命其女儿为唯一继承人。看到，妹妹现在已经是总裁了。我们一起去见妹妹。我可是求了总裁好久，才让你去锦绣集团当保安的，你可给我老实点。好，我知道。那你呢？总裁给你安排的是不是？ 我从小到大，我的吃穿用度都是总裁的，他自然是深爱。怎么着也弄一个经理来了。对了，集团现在市值上10万亿，总裁一门心思都在迎接大小姐回归时，整个集团都在竭尽全力的去巴结大小姐。你千万别再弄些什么猥亵、调戏的丑闻，我可帮不了你。放心，为大小姐，我肯定尽心尽力。 爷爷，您坐。好，真孝顺。你有男朋友吗？总裁，您资助的那个赵欢哥说要帮您分担压力，还说随便当个集团经理，年薪500万就行。务必理会他。 派去的人没有接到大小姐，大小姐说自己坐公交来机场就行。没有接到，你没给小费有多少干什么吃的？先前第一次进城来集团，他要是有什么意外，你负责得起吗？是，我马上去调查大小姐所在的公交信息。不用了，我自己亲自去接他。不用，什么意思？我就好奇问一下。 趁这大包小包的，应该是从农村来重新打工的吧？算是。工作找着了没？老头子，我在锦绣集团当保安了，我女儿即将成为锦绣集团的经理，需要老头子我帮你介绍。干什么？当然是。 老头子好不容易碰到你这么貌美如花，又没有什么背景，没收入，我当然不能放手了。求求你们帮帮我吧！求求你们帮帮我吧！求求你们帮帮我！谁敢不管闲事儿？我女儿锦绣集团的经理。 废了我，就是得罪了锦绣集团，让你们被大小不容身之地。别管闲事了，都跑走吧。不搬，接你们大小姐回家。 小贱蹄子敢偷我爸，明明是他！侮辱我呢！这大爷一把年纪，你居然敢欺负人家小姑娘！人老欺负老，这是谁说的准呢？我爸都100了，你个小贱蹄子敢污蔑他！没碰你，就算他碰你，也是你的福气。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乡下女人都是怎么想的？进城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你是不是听见我刚才说我要当上锦绣集团的总经理？你要勾引我还过上好日子啊？对，他就是看我身份不凡，想勾引我这个老头子上位。你还这么棒，裙子这么短，还打扮的花枝招展。原来是只鸡啊，害得我们差点误会老爷子。像这么不吃廉耻的女人，要被所有男人睡，身上全是细菌和脏病。他只是锦绣集团的保安而已，他连我爸的面都见不着啊！我为什么要勾引他呀？你看你妈的资格都没有。你是不是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我们锦绣集团的大小姐啊？你就是你个恬不知耻的破鞋，还敢冒充大小姐，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我没有冒充，要是我妈知道你们这么欺负我，你们会付出代价。你妈，你妈，你他妈的！你是不是自己上瘾啊？你整日就知道爬上别人的床，就是个下贱胚子，还敢不知死活的冒充大小姐，你给我们大家的提鞋都不配的。他随身携带着老男人的照片，还说自己是大小姐，还说自己没勾引男人啊？还给我！这老男人长得这么丑，你还真是荤素不忌，你是怎么下得了嘴的？这是我爸。你爸？我看是床上的干爸爸吧。只是他老胳膊老腿的，玩得起你这种浪荡花吗？这老男人看起来半只脚都踏进棺材里了，真不知道他图什么。万一人家就喜欢这款呢？图他年纪大，图他不洗澡。玩的花呀！你们真的是我爸？我怎么了？啊！哎，给我别抢！我求求你，你把照片还给我吧。是我爸生前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只要你把照片还给我，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都行，你说的啊。想要照片可以，那就跪下。是不是只要我跪下了，你就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你只是需要告诉我跪还是不跪。不要，做到这什么样子？还说这不是你的老男人啊？能做到这什么样子？还说这不是你的老男人啊？贱人，看你这表情很不服啊！啊？说，你刚才是不是在勾引我爸？啊？是，言不由衷。你妈没好好教教你，我来好好教教你。你是不是勾三搭四贱人啊？是。你是不是自甘堕落、人尽可夫的破鞋？是。是不是离开男人你就活不了了？是。大家都听到了吗？
这个婊子，她终于承认了。来，来，让大家看看她这张骚脸。哎，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看看她会不会偷偷的爬上你们老人的床。现在，你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老头子，我还是觉得这张照片还是应该撕。不要！不要！不要！还给我！别撕！这老头子拿，不让你这么惦记，老婆婆哪比不上他？啊！像这种恶心、下贱、烂脏的臭男人，也就你把他给当个宝子。声音好熟悉啊，好像真是儿子小彩。倩倩出事了，加快速度，快！谁敢欺负我的女儿，我让她生不如死。不可能，肯定是我听错了，这小贱人怎么可能有总裁的电话？贱人，看来刚才的教训你是没长记性，你还想干什么？我还想干什么？当然是帮你妈妈再好好教教什么叫做三从四德，什么叫做遵守妇道，什么叫做礼仪廉耻。不要！你不是喜欢发骚吗？你不是喜欢勾引男人吗？那我就让大家看看穿衣服的骚样。今天我就用锦绣集团经理的名义命令把这个贱皮子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一丝不剩。住手！你们知道你们这样是在犯罪啊！犯罪？你跟我说犯罪？看来你还是不知道锦绣集团的含金量啊。你以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你在污蔑？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这是犯罪？他们都知道，可惜他们视而不见。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轻易主宰他们的命运。因为我背后是锦绣集团总裁。因为锦绣集团是整个大夏的商业霸主，别说是扒了你，就算是抡了你、掐了你，对于锦绣集团来说，摆平只是一句话的事。没错，不就是让老爷子摸了疗效吗？居然要死要活了，别这样不要脸！你赵老爷子在锦绣集团的地位，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摸你是看得起你，就是以后就跟着我老头子吧。只要把我伺候舒服了，我保证你吃香的。我不了。所以，你们背后倚仗的是我妈，是我即将继承的锦绣集团。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后悔的。他不会放过你们的。你要真的是锦绣集团的大小姐，当然有资格让我们后悔。可惜呀，你不是。不管你相不相信，都改变不了林锦绣是我妈的事实。贱人，你明知道总裁是我的儿子，
你还故意挑衅，你知道总裁是何等的尊贵，可不是生出你这种贱货的骚女能比。别说你是大小姐，就算你是总裁身边的一条狗，我也得控制。可惜你不是，你就是一个下三滥的贱货而已。你现在就是贱，这都骨子里去。小姐，妈妈来了。你愣着干什么呀？就是拖呀，干得漂亮。我推荐你们进锦盛集团了。方小姐，你是瞧好了，保证让你满意。啊？这种事情当然是和老头子亲自来。来吧，我没关系。佳倩，妈妈来了。佳倩，从今往后，你将成为人人喊打的事。要不然，就该与妈咪共处。看谁打动我的女儿！总裁，小姐，这下一个人总裁，一个人走。无论是谁，在白倩倩有一丝一毫的损伤，我要让他们全家陪葬。吞下去！没人会帮你的。我倒希望你妈来救你啊！看你这样子，你妈应该也不差。这母女花。老头子，我还没吵醒过呢，你们这是在找死！哟，这就生气了？你不是喜欢喊别人爸爸吗？等我上了你妈，我就想货真价实的上妈妈。我看你们如何死啊！小贱人，不管你妈又怎么样，是你活活生个死死鬼啊！没不要脸是吧？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我看把你这张红脸脸毁了，可你还当鬼男人？各位顾客，即将到站锦绣集团，请准备下车。我已如此。别这么坏人！总裁，快快把他藏起来！总裁，小赵，正好我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紧身套装的女孩，白白净净的？没有啊，没见过。真的？闭嘴！得罪了锦绣总裁，老夫心中万马力。句句属实，你见我十个胆，我也没法骗你。我们才做到，没有看过这女的。对啊，确实没见过。难道提前下车了？总裁，您一直忙着接回贵的大小姐，像这种找人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一有消息啊，我就跟您汇报。我听见倩倩的声音啊，倩倩在叫我。哎，总裁，有什么声音啊？我怎么没听见呀？是啊，总裁，我什么声音都没听见。你想拦我？没有，哪敢啊，总裁。这路上的车太快了，危险。总裁，你要相信我，我心里面啊，对您和大小姐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做有损集团名誉的事情。我以锦绣集团总裁的名义。命令你给我让开！那
总裁，你找的人确实不在车上。你确定欺骗我的下场？你应该清楚。我。这是。我问一遍又一遍，你们矢口否认。告诉我，这是什么？总裁，你听我解释啊，不是我故意仗势欺人的，而是那个贱人，他胆大包天，他敢冒充大小姐。冒充？没错，总裁，他不仅大言不惭，说要继承集团，而且还对你出言不逊，简直是罪大恶极。他撒谎也不打草稿，也不想想大小姐千金之心，怎么可能挤着公交车嘛？你。这事还真不能怪赵小姐，那婊子骚得很，上车就勾引赵老爷。赵小姐也是为了维护自己，为了维护大小姐的名声，这才给了她一点小小的伤害。你让她怎么了？总裁，你为了那个贱蹄子，你不必这么生气吧？我问你，她在哪儿？啊，你要亲自教训她呀？我再问你一遍，她在哪儿？得找你算账！总裁，我干什么？姐姐，姐姐，姐姐，对不起，真是对不起。你总算来了。这个女人的命怎么这么硬？事到如今，是她一口咬定是她勾引的你，是她冒充大小姐，要不然怎么能断她？总裁，还是先送医院吧。去医院，去医院。不用去医院，我要看他们自食恶果。哎，你还逗名字上脸了？你以为总裁不知道你的小把戏啊？对啊，总裁，这种人就不能惯着。说不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派来损毁公司的名义，从而破坏公司的股价。够了，总裁你也忍不了吧？这个无权无势的乡下贱丫头，她竟敢侮辱你！总裁，这种事情就不劳您亲自动手了，我老头子来，一准啊，把她治得流血泄地的。是啊，总裁，她脏了你的手。说够了的是你们。我够了的是你们，总裁，我承认我做事的方式有失妥当，可是我都是为了大小姐，为了集团呀。是啊，像这些小浪蹄子一定要杀一儆百，不然这以后冒充大小姐的人招摇撞骗的。大小姐，我的一切都是您给的，自从。您资助我开始，我就发誓，我要成为大小姐的左膀右臂，我要为集团效力。对对对，那些职业经理都是冲着总裁您的钱去的，只有我们家楚哥对总裁才是真心实意的帮忙呀。这么说来，我还真能感谢你们。总裁，作为锦绣集团的经理，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我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就是绝对不能放过他。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三件事。第一，就是让他跪下。三个，我给我爸道歉。对，顺便把他妈也叫。你刚才不是张口一个你妈闭口，那就让大家看看你妈是一个什么东西。污蔑我，扇我巴掌，脱我衣服。
现在反过来让我给你道歉。果然是一个农村的穷女，我得宠，一无是处。基因里透着一股穷酸气，真不知道你妈为啥生下你，难道是为了子子孙孙康基啊？人很好奇，想知道他妈是谁，那我来告诉你。好啊好啊，你原来很好奇他妈是谁，那我就告诉你。等一下，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能无耻到什么地步。第二，你殴打推倒我爸，还倒打一耙污蔑，对他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对他进行赔偿很合理吧？老头，我你多要500万。你嫌多我还嫌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这一行的呀，来钱可快得很，条腿一张往那一躺，钱哗啦啦就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择伺候老头子我，就当利息。所以，你这是吃定我了。哎呀，吃定你又能怎么样？当着锦绣总裁的面，怎么，你还以为你是大小姐？你还要让我们悔不当初啊？行了，别当什么贞洁烈女了，得了一身脏病的烂人，有人能要你，就知足。到底说最后一个，是是是、啊，第三嘛，我要让你全网直播，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是婊子，不光衣服一丝不挂。总裁，您觉得这样行吗？你觉得呢？这惩罚是太轻了，要我说，让他们一起把衣服脱光。贵直播间赎罪，没错，我看你还大小，是当小的，接客接多了，脑子被男人睡糊涂了。好，好大胆，既然如此，那就直球吧，一网三扣九掰。哎，总裁夫人，是这个贱人冒充大小姐，还诋毁集团呢？你在质疑我？不敢，不敢。三叩九拜，给我数着，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总裁，我怎么了？我得罪什么了呀？一定是这个贱人得罪了总裁，惹怒了他，竟连累我们。你这个贱人，赶紧给总裁解释清楚。为什么？不是你说有钱有权有势就能为所欲为吗？不是你说锦绣集团就能随意主宰一个人的命运吗？现在我就尝试尝试主宰一下你的命运，告诉我有问题吗？难道那就是你有问题。你有还是你有？既然没有问题，就给我继续往死里磕。怎么了？我说了，我会后悔的。我怀你妈！得意什么？大爷，死到你啊！受到你的牵连都成这样了，一会儿你比我们惨千倍。现在跪下来求我，还能给你上来求求情，那你少受点苦，给我求情，不必理会这两个无知的蠢货。千金，你是想让他们先赔偿，还是让他们穿上衣服全网直播？我
罪魁祸首归根结底是他呀！是啊，总裁，我们虽然说打着公司的旗号仗势欺人是罪，可是最该惩罚的却是他呀！不，你们没有错，有错的是我，居然资助了一个把这个世子的潘家郎。世子，这从何说起啊？总裁夫人，我父女俩一直都很尊敬您和大小姐啊，崇拜都来不及啊！是啊，总裁，怎么一心向着这个乡下的烂货？我们才是一家人。是啊，总裁，您平时不是最疼爱欢哥了吗？怎么忽然像一个外人说话？与我们倩倩相比，你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外人。总裁，您资助我女儿这么多年，怎么就成外人了？哪只手？啊！我问你，哪一只手打的倩倩？给我千倍百倍的偿还！我说是吧？给我把他两只手妥妥的剁掉！啊，总裁，不要，不要，不要！因此报应，污蔑我的手，你欺辱我的手，可曾想到有此时此刻？你该总裁下什么命啊？事到如今还不明白，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蠢货？告诉他，我跟倩倩是什么关系？潘家大小姐，啊，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可能是大小姐？对呀。穿的这么骚还挤公交，我不相信她怎么可能是大小姐呢？假的，肯定是假的。总裁，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对不对？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开玩笑？你们跪那干什么？跪那干什么？跪那叫人干什么？谁给你的胆子敢欺负我女儿，敢欺负锦绣集团的大小姐？一巴掌打你嚣张跋扈仗势欺人，陛下打你目无法纪造谣上斥，陛下打你有眼无珠欺负我女儿。总裁，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是我野蛮心想，是我野蛮心想，是我不识抬举，你侮辱我女儿，你欺负我女儿，轻飘飘的一句错了就完了。还有，你应该道歉的不是我。大小姐，大小姐，求求您饶他过手，我刚才真不知道您的身份，所以才冒犯了您。我没有告诉过你我是你口中的大小姐，还是说我没有告诉过你林浅秀就是我的母亲？是说我没有跟你说过你会遭报应？现在轮到你了。那总裁，大小姐，我知道错了，我罪该万死，你们大人有大量，放了我吧。放你？你们刚刚可曾有想过放过我？但凡把我换作是一个普通男生，我的母亲不是林锦绣，你们今天是不是就要凌辱我致死啊？大小姐，我混蛋，是我色欲迷心，你们就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了，发发善心啊！谁告诉你，年纪大了就能倚老卖老？就能胡作非为？尊老爱幼的确是传统美德，可惜你不配。放过你也不是不行。大小姐，只要你能放过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大小姐，求求你饶过我，我们跟你当牛做马也行啊。你们刚刚扇了我十九下，我会需要你们拉进来，需要你们百倍不是？兴许你就能考虑放过我。
芊芊，他们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你真的要放过他们吗？百倍就是1900下。哎，大小姐，你可不能反悔啊！这么多，你是要脸还是要命？青老师，爸不要，爸，爸，第一。第一下，第二下。活该！原来欺负大小姐，简直罪有应得。对，也就是总裁来得快，要不然我刚才就揍他了。狗仗人势的玩意儿。快点把你们给忘了。张超，28岁，现就职于锦绣集团子公司，岗位程序员。你要做什么？李鹏，32岁，本地人，锦绣集团合作公司会计。总裁，我错了，都是他们父女俩蛊惑我们的。对。你们千不该万不该动我的女儿，我以锦绣集团的名誉对他们全行业进行封杀，还是敢录用他们的，便是与我锦绣集团为敌。总裁，我错了，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你放下善心饶了我们吧，总裁。你锦绣集团封杀，哪还有公司敢用你？把我冤枉了，我不是封杀两个人。而是现场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林总，你不能这么做呀，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呀。是啊，林总，我们没有帮大小姐，可是我们也没动手啊。林总，那我们就不敢让去。面对暴力行径的沉默也是一种罪。别和我讲什么道理，此刻。我就是保护女儿的一位母亲，仅此而已。赵小姐，吃完了？我俩还发肉了啊！哎，我俩互相还多商量试一下啊！求你高抬贵手，你放。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大小姐，您这么尊贵的身份，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你也知道什么是出尔反尔。不要，不要，不要电话给我，林子。我跪在地上，求你不要撕碎我爸照片的事。知道什么叫出尔反尔吗？女儿，做得好！我差点以为你要放过他们，将他们拖下去法办。通知法务部，我要让他们将牢底坐穿。不要！女儿，快想想办法，我可不想坐牢。坐得进来还咬人呢？你们一条活路都不给吗？不，又如何？虽然我对付不了。但是有人能对付你，你还有后手？当然。锦绣集团确实是大夏的商业房，不是你能只手遮天的。什么意思？我实话告诉你，我可是周总的情人。周总，周海峰。没错，周总，你是集团的原始股，拥有集团31%的股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分分钟能把你踢出董事会。女儿，你说的这是真的吗？那还能用假？周总亲口说，周总只是不想太早暴露，结果你不识好歹，
那你这总裁就不要了。你将成为锦绣集团总裁的夫人，而我就是锦绣集团总裁的老丈人了。周小姐，我们是清军的兵种，才被他们送上的，你要替我们报仇呀！因为啥？那这时候周小姐肯定到了，但赵小姐重新回到锦绣集团，就会轻而易举的事。现在怕我？你现在跪下求饶，我还能考虑考虑。有你在集团当个专门刷厕所的保洁，还愣着干嘛？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进锦绣集团刷马桶，还不赶紧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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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笑什么？我问你在笑什么？我笑你愚蠢的无可救药，我笑周海峰这种迷天大谎也敢撒，还21%，他手里连集团的1%股份都不足，要不是他哭着跪着来求我，加上他是原始股东，我早就将他踢出董事会。你闭嘴！你以为我会信你说的话？配呀、啊，闺女，少理他，赶快把我的程文泰去叫来。等他不是锦绣集团的总裁了，到时候我们照样他。我就在想，周海峰要看到这番局面，会是什么表情？你就装吧，你心里其实慌得很，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老公，我被欺负了，快点啊，马上啊，现在就过来。我老公马上就。你就等着受死吧！我要让你们一无所有，我要让你们低到尘埃里。好，好，好！这兜兜转转，你还不是逃不出老头子我的手掌？我倒要看看周海峰是怎样子让我一无所有。闭嘴！你个老不死！你觉得我最讨厌你什么？我最讨厌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高高在上。赵欢哥，你别忘记，一直资助你的可是我。谁逼上你资助？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不就是通过施舍我两个臭钱，然后就想看着我像狗一样对你摇尾乞怜？你很得意，恶心！你让我恶心！对呀，不就花了你两个臭钱吗？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哼，赵小姐欺负我是情绪价值，愿意接受你们资助，那是你莫大如小。你们说的是人话，我妈她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管你妈怎么想的，给她脸，叫她一声总裁，不给她脸，屁都不是。妈，没事吧？赵坤哥，周海峰要是知道你弄丢了他的董事会席位，他会不会亲自杀了你？稀罕那什么狗屁董事会的席位？我老公来了，整个锦绣集团都想会是我和我老公的。你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欺负老子女儿！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欺负老子女儿！我老公来了，现在跪下求饶也晚了。今天跪下求饶的只能是你们，还在嘴硬。今天起，我将光芒万丈，成为云上人，而你们。只会跌落云端，流落街头。老公，你可算来了，你的董太夫人再不欺负死了。是没说你是我的人，还是没说我是锦绣集团的董事？我都说了，我还说你有锦绣集团百分之31%的股份，可是他就是不信，他还说你给他提鞋都不配呢。是呀、啊，贤婿，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嚣张。一会儿你可不能轻易的放过他们。真是不胆暴气，居然连我锦绣集团都不放在眼。宝贝儿，你放心，老公啊一定会狠狠的帮你出这口恶气。我要整断他的四肢，让他扒光衣服，永远的跌在耻辱柱上。放心，老公，一句话的事。你要对付谁？总裁。
你们得罪了总裁。他是哪门的总裁啊？我不是说过你是锦绣集团第一大股东吗？你快罢免他。什么意思？不知道把你闯出去，或者是我看看，周总去老人发动，选他们死定了。周总怎么还不动手啊？我明白了，周总是在念旧情，给我们表现的机会。那你们还不赶紧把握住，下手轻点儿。亿万总裁的资本，老头子我还没尝试过呢。怕什么怕？有我女婿在，他们不能把你们怎么样。杜海峰，你不打算解释解释吗？放开！你还以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总裁吗？对我女婿放尊重一些。放的是你。总裁，果然是什么锅配什么盖，一个个打着我锦绣集团的旗号，耀武扬威。我今天还听说你手里有31%的股份，我还听说你要把我踢出董事会。小哥，明明我们都占据上风了，你为什么还要对他忍气吞声？放虫啊！是，别说了。权威他骂我。哦，我也是看上这两个讨好母女了吧？俩人还都一样，我不是好东西。刘海峰，是你来还是我告诉他为什么？总裁，看在我是你集团董事的份上。董事，董事，你已经不是了。你说。你做了什么？老公，我快回去。女婿，你快松手啊！你要跟一个无关紧要的董事计较啊！你手上可有31%的股份，到时候他们会交上你会做董事长的。快，还真是啊！啊，锦绣集团1%的股份，价值千亿，30%，我自己都不敢想，你们还敢信啊？那你自己说的。够了！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我让你去死，你为什么不去死啊？吴海峰，你骗我！没错，我就是一直在骗你这个傻子。要不是你从小被总裁资助，有可能总裁青睐你。你以为我会搭理你吗？啊？这样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股权，我也当不成锦绣集团总裁的老丈人了。我害怕，我赶紧跑！还敢打我？你毁了我的一切，你知道吗？总裁，是属下过失，才酿成大错。回去之后，我立刻退股离职。至于他们俩，任凭说行。总裁，大小姐，我错了，别再饶了我爹，总裁。求你原谅我们，总裁！原谅我们！我不想看见他们。干什么？哎、你们这群高抬自卑、资格动我！你们别动我！你瞧不起普通人，你瞧不起农村人，可你有没有想过，在我资助你之前，你的处境比他们还不堪？你有什么资格审判？难道你们就没有错吗？尤其是你，大小姐穿的这么脏，还挤公交，你这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行了，女儿，都怪我，把你没教好。你开始当好人了啊？你难道忘了吗？这一切都是为你所赐。怪我？不怪你，怪谁了？是你色胆包天，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得罪大小姐？是我让你去生大小姐的，还是我让你去抢她照片的？都是怪你。快找医生，快打急救电话。那来不及了，没救了。啊！这也是恶人有恶报。死好呀！啊，死好呀！我要成为锦绣集团经理了，我要成为总裁夫人了。爸，你快起来，你快恭喜我呀！爸，
疯了。倩倩，这种人不值得可怜。妈不希望你跟他们一样嚣张跋扈，还骂任人随意欺负。嗯，我明白。麻烦了，怎么是我？总裁，都是未成年已经道歉。我要向所有人介绍我掌上明珠，亲自交到你手上。